吃饭吧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挂围巾，啊不，挂围裙。你没事吧？啊？哦，没事，我刚才撞的，啊不，来之前撞的。哎，汤好了，我去盛汤。哎，我来帮你。没关系，给我。这没事，我来吧。没事，我来吧。没关系，你都忙一晚上了。哎，我帮你擦。啊！别！烫吗？不烫，没事，我去冲一下就可以了。没事啊。哦，给。你洗个澡吧。啊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我洗完了。罗燕家属啊，对，跟你说下情况，你们家孩子没什么事儿。孩子？你不知道啊？他还没跟我说。你们什么关系啊？不是你想。这事儿你不用跟我解释。孩子？对不起。不，对不起。我不知道，不是，是我想给孩子找个爸爸。其实，如果没发生那么多事儿的话，我也觉得你是个挺好的人。你怎么搞的？怎么会弄成这样呢？那你想怎样？手机只能够帮你找到人。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两种选择。你要能够接受呢，回去；不能接受，出去。我不要了，还给你吧。你只摁了一个键。
我头疼。还有九个键没摁呢，九种女人啊！我先睡一觉再说吧。这人没出来呢，先刮那么大风，你别把黑山老妖给我招来啊！你得用心，别人才会意识到你的存在啊！哎，抱着我，啊，抱着我，哦哦，啊，哦，哎，你干嘛呢？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抱着我，啊，手手手手。哦，哎，别动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。哎，抱着我，抱着，别动。啊？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准备好了没有？我还没准备好啊。我们一起行动。什么行动啊？一，二。你没告诉我什么行动呢？明白，木哥没出现，知道了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小雨下班了。对呀，再见啊。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能坐那桌吗？为什么呀？这桌刚才有两个外宾临时想坐。那怎么了？我先定的这儿。哎，别，你先去拿菜单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请坐。谢谢。其实坐哪儿都一样。两码事儿。这是原则问题。你们平时审犯人会动粗吗？当然不，这是纪律。那你会用审犯人的招对付你自己男朋友吗？得分事儿。假如他藏私房钱呢？他不敢。我是说，假如没假，那要是他有外遇呢？想死就去。是啊，看着我干嘛？平时带枪吗？没任务的时候不带。那现在没带。我跟你吃饭算任务吗？哎，那你们戴手铐吗？常戴啊。现在就戴着。嗯。怎么了？给我看看呗。有那么好奇吗？我从来没见过，你给我看看呗。晚一会儿还给我啊！我被铐上了，拿下去，拿下去。你带钥匙了吗？啊？废话。哎，你们平时铐犯人的时候，是不是一个手铐自己，一个手铐犯人？电影看多了。哎，来，松开吧。啊，你把我松开吧。这不是你一直要求要带上去的吗？带着再玩会儿吧。那我就这么带着了。来，干杯。放下来，放下来，举太高了。